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6面，586面，倒数第三行。从头看起，倒数第三行，右段经文中，无不圆满，以前世总赞，此下的名一切圆满之因，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故如探水得源，寻之得本，得其根本，不愁之末。故云：得其一，万事毕。这个古人说的话了，很多地方是说识得一，认识的识，识得一，万事毕，跟这个。得其一万事毕，意思是相同的。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诸根，如手握金刚王宝剑，来者俱斩，自亦不存，剑亦非剑。故善调伏，身心和顺的，身如正慧。身心俱调，正慧明了，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到这是一个段落。前面经文里面。最后是无不圆满。这个无不圆满呢，说以前是总赞，无不圆满以下了，是说明一切圆满的因。因是什么呢？因是究竟明了佛之密藏，这在前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如来密藏，这个密不是秘密，而是深密，换一句话说。知识达不到的，也就是知识无法理解的，这就成了秘了。那什么东西能够理解它呢？智慧。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不相同。智慧是自心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从外面来的，所谓是即闻之学，你看得懂，听得懂，记得懂，这属于知识。知识确实它有局限性，它不是普遍性，它有障碍，它不是无碍。智慧不一样，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它没有局限性，它没有障碍，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没有后遗症。所以，东方的学术是以求智慧为主啊，跟西方不一样啊。西方在最近这200年，纯粹是知识，不再寻求智慧了，完全用思维，用想象。求得知识，东方人现在呢也跟西方人学了，把自己传统的东西疏忽了。传统是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求呢？佛教传到中国来，对中国文化了产生很大的影响。佛法把这个纲领掌握住了，讲得清楚，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智慧是这么来的。戒是什么？规矩、规律。遵守规矩，你的心就定了。定久了，智慧自然开了。这个不一样啊。大臣主张戒定慧，小臣也不理戒定慧。传到中国来了，儒家采用了，道家也采用过，都守住戒定慧三学，成就了真实智慧。戒定慧三学是实学，为什么？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用自性本有的去发掘自性的智慧德能向好，这决定能成就所以智慧永远没有办法发掘自信的智慧的相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密藏是什么呢？密藏就是自信。这从理上讲，从事上讲呢，迷藏就是阿赖耶。不过阿赖耶在现代这个时代被科学家发现了。虽然发现，知道有其事，理不知道。阿赖耶的三细相被科学家证实了，确实有。科学家的名词叫能量、信息、物质。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能量，阿赖耶的业相；信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
名词不一样啊，是完全相同啊。至于阿赖耶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来的，科学家就不知道了啊，哲学家也不知道。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为正方知，以正得如来的果位，你就知道了。那么科学家、哲学家有没有能力去正得呢？能力当然有，只是他不会用。大乘用什么方法证得？用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比科学做实验简单多了，也有效多了，你就能把诸佛的密藏啊，找到了。下面这句比喻，如探水的缘。勘探水源，长江的源头在哪里？是什么样子？黄河的源头有。被人找到了寻枝的本呐，一棵大树从枝条上去找，找到最后把根找到了，根是能生能现密藏呢也是能生能现，能生万法，能现万象说得其本呢，这不愁之末，你就全体得到了如果你在枝叶上去寻求，那就太难了，你永远找不到根源。根源就是业，枝叶花果那是多华严经上讲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业，一多不二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意思。跟你说一是讲根，给你讲多是这个树的枝叶花果，所有的枝叶花果都是这一个根生的，所以一即是多。所有枝叶花果不立根本，立根本它就不能活了，所以多即是一，一根多是一体，一根多的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跟天地万物，这是多品类之多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但是一个根本，这一个根是密藏无不是从密藏生，无不是从密藏显现，密藏就是自性
密藏就是真心啊，如来藏也是从他而生的啊，密藏是根，如来藏是本，这根本呐、理不出密藏，事不出阿赖耶，你就把宇宙诸法实相啊，就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清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心清净了。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象，你没有忧虑了，你没有牵挂了，你没有烦恼了。啊，正果的人，他没有执着了，没有分别了，甚至于于天地万物，他不起心，不动念了。这就是利益了，这就是好处啊！啊，我们跟他起个名字，称他为佛陀，称他为化身菩萨。啊，他们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在大宇宙当中得大自在啊，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了。啊，设法界六道，在他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从这里面超越了，如果不明了不清楚，肯定迷在六道，迷在三途，真的叫求出无期啊，没有出头的时候在这里面受苦受难啊！那么超越的人呢？这诸佛菩萨了，看到这些人受苦受难，完全是梦中佛死啊，不是真的。享福的人，那个梦是三善道；受罪的人，那个梦是三恶道，都不是真的。迷的人自己不知道，觉悟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他在旁边旁观，不理会你。那他那么苦，这受苦，你怎么不去救他一把呢？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是做梦。啊，什么时候佛菩萨来帮助你了？你对圣贤，你对佛菩萨，你能够相信，他就来帮你了。啊，你愿意了解他，愿意向他学习，他就来了。
你不能够理解，不愿意向他学习，他不来。他在旁边看。啊，这个不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没有缘呢，他来了没有用啊。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所以他不来。啊，他在旁边看，看你造业受报。啊，等到有一个时候你受够了，忽然想了，我不想再干了。佛菩萨就来了。这个念头才动，佛菩萨就出现了。这叫大慈大悲也。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实现给你看。你要是看懂了，看觉悟了，你就得度了。这一类人叫上上根人，不需要讲啊，一看就明白了。上中下三根，那就需要讲解了。啊，上上根人不需要讲解，啊，为什么这些人确实有能力了了常知佛性之本体？本体是寂灭，梵语称为涅槃。啊，翻成中国意思是寂灭，寂是清净，也就是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啊，灭呢？灭是灭一切。烦恼习气因果通通不可得啊！这个境界在净土宗里面叫它做常寂光啊，常是永远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变改过啊，即是即灭，光是光明，啊，光明是显智慧呀，自信，本具的智慧呀，全都透出来了，啊，照见，万法皆空。啊，真实的，确确实实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菩萨的心定了，自然调伏诸根。诸根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怎么调伏了？六根不再妄动了，就调伏了。不是不起作用，起作用。
眼能见，耳能听，能见能听当中啊，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起心动念，这就叫调伏。这叫做正见，八正道里头的正见正思维。什么人的境界呢？41位化身大士的境界。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性是不动的。凡是有动摇，没见性啊，心还会动，还会有动。还会想过去，还会想未来，这都是心在动。不动的时候什么样子呢？不动的时候，过去未来没有了。不但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啊，这个境界就是十八图，这个境界就是常寂光。啊，十八图里面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常寂光连习气都没有。这叫自然调伏诸根呐。下面举了个比喻，譬如手握金刚王宝剑，啊，金刚是金属里面最锋利的，它能断一切无，一切无不能断它。啊，所以用它来做比喻。来者俱斩，自意不存。来者是外面境界，境界来讲如如不动啊，没有起心动念。自己呢？自己也是如此啊，自己也不起心动念，不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有我这个念头就错了。你的六根呢，在造业了。只要有我就造业了，何况其余。佛家修行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从哪里下手呢？从无我下手。《金刚经》上所说的“心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众生相引申的意思就是空间；寿者相，它的意思就是时间。用时空来包含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它不离时空啊。时空没有了，万事万物当然不能存在。
全是假的，万法皆空啊！啊，空也不可得，空也是空的。啊，不要执着有个空，不要想着有个空，有这个想法错了。啊，随着你末后两句话说，自也不存，见也非见，这个见代表智慧，故善调伏，这真的叫调伏，善调伏了。娴熟过世的还原观第四段，为我们举了四德，啊，德是作用。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这两句 啊，随缘妙用，妙用是什么？妙用就是此地讲的善调伏，妙用啊！他不造业。我们凡夫随缘，它就不妙了。随善缘，造善业，惹来三善道的果报。随恶缘，造恶缘。感得三恶道的果报，这个作用不妙啊！妙是随缘，不变。啊，妙在此地，不变能随缘，随缘能不变。那不变靠什么？靠定，靠慧。没有定慧，它就乱了，它就变了，随缘随着变。啊，我们一般人讲心随境转，这就是随缘随变。心不随外头境界转，这叫功夫。啊，某人有修养，有定功。啊，无论是善缘恶缘，逆境顺境，他如如不动。他为什么不动？他知道诸法实相，他的心住在诸法实相当中，诸法实相就是密藏。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啊。所以他不生烦恼，
长生智慧。啊，他在净缘当中能做得了主宰呀、不惊不怖，不慌不乱。啊，这叫善调伏，永远保持身心和顺。和是性德啊，在自性里面称为太和、大和，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当中，找不到一个冲突的。这是真的。为什么找不到冲突的？因为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里面就没有冲突，就没有矛盾。啊，二就有冲突，就有矛盾。这个道理很深的、并不是很难懂啊。诸佛如来，天地鬼神，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哪来的冲突？冲突的另外一个名词叫憎爱，你看这两个字是不是代表冲突？啊，爱是你喜欢他，憎你讨厌他，这就变成冲突了。没有憎爱呀，冲突就没有了。万事万象，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自然现象啊！没有癌症啊，极乐世界的风调雨顺，啊，我们地球上这些灾变，没有癌症，啊，极乐世界的居民，个个都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不迷啊。我们这个世间居民的心就乱了，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啊，自私自利的心，损人利己的心太多太多了，搞砸了，搞乱了。啊，这些东西无论是净是染是善是恶，都离不开迷障。
离开密藏，无一法可得。所以，善调伏就重要了。善调伏就是修养，善调伏就是修行。我们自己希望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有同样的境界，有平等的受用，我们知道，在性德上我们是圆满的，没有欠缺。现在问题呢，出在修德上，我们修错了。他们是从顺方向修，随顺性德。我们今天是反方向修，完全违反性德。所以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顺着性德修的效果出现了，就极乐世界。违背性德而修的是我们，效果也出现了，社会动乱，民生苦不堪言，居住的地球灾变频繁，这个现象出现了。现在理明白了，这个事的变化也清楚了。我们能够依照经训的教训去做，真干，就回头了，回头是岸了，才能够深入正慧。身心俱调，正慧明了，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自然断了。更积极一点，志愿无上，随顺如来，依佛之教，行佛所行。那你就走向大圆满了。志愿无上，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志愿。愿发了之后要行，如果不行，愿变成空愿。愿在前面领导啊，后头有行，去建愿，实践这个大愿。那我们得找一个好榜样。最好的榜样是如来，我们随顺如来，随顺如来的教诲，
啊，那对于今天就要生起尊重的心。为什么？如来的教诲通通记载在经卷之中。啊，得到经卷就是得到如来的教诲。从经典里面学习，把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这叫修行呐，这叫行拂所行。故以戒觉圣道，为所欲见啊！这里给你讲出三十七道品，这三十七道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你就可以称之为活佛。你成佛了，你现在还活在世间，你看看，你的心是佛心。愿是佛愿，愿是志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德是佛的德，慧是佛的慧，行是佛的行。七觉之八圣道。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视线给一切众生看，讲解给一切众生听的总纲领、总原则，这三十七种。啊，所以是为所欲见，步步都没有离开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三十七道品。佛之无也，为所修习，照真大俗，从容中道。啊，三十七道品是你的旅见啊，也就是说，是你行为的准则。而无言呢，是你的关照。啊，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无言看破。三十七道品帮助你放下。啊。照真大俗，从容中道，从容是安安稳稳，
没有慌张。啊，稳稳当当的，行在中道之中。啊，照真是理，达俗是用啊。精进不已，则明本佛也，具了法性啊！精进不已，就明白了佛也。是自己本来有的，不从外得。佛的智慧，佛智，佛言是佛见，《法华经》上讲的佛智佛见。都是自性本有的，觉了发心，究竟证入如来密藏，密藏就是自性。是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的根本，我们今天迷了，迷的时间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不是一次两次的劝导，我们就能回头。啊，我们要经过1000次的劝告，10000次的劝告，能回头过来，那已经算是大根性的人了。啊，就不是普通人了。普通人怎么样？他这一世有机会遇到佛法。佛劝他一辈子没行，还造业，还搞六道轮回，来生后世如果得人生又闻到佛法，佛再劝他一辈子也不开悟。那就我们就得知道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闻法真正能觉悟，能回头，能真信真愿求生净土，这个人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他绝对不是啊，过去生中啊，说三世五佛所种善根，而是怎么样？他已经曾经供养无量诸佛，
无量界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熟了，值得给他庆贺的。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这生不开悟，很正常。为什么呢？过去生中啊，没有种这么大的善根福德。可是佛法无有定法可说，全是活活泼泼。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深的善根，我如果有个两世三世，这个有可能。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能不能有成就？这是不定法。善导大师说的好，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一句话解释的太好了。过去生中善根福德不够深厚，这一生遇到的语言非常殊胜，也能成功。这一生要是遇不到好的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是因为你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遇到的缘殊胜呢，足以把你所缺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个功德了，给它补起来。这就厉害了。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最甚无比的善根的福缘？那是你一生当中遇到了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善友，这个善友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同学，不定是什么身份，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相信他、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叫真善知识。你有缘的，你遇到了。他教你念佛，你相信，他给你讲经，你能够理解。他教你怎么个学法，你肯听。你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就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年轻的时候，功高过慢了，不服人了。言论当中我有很多歪道理
自以为是。啊，可是我遇到这三个人，都是我从内心里面佩服他、听他的。啊，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谓的语言不同。啊，我要没有遇到这三个人，我走的是什么路啊？三恶道啊。我不是走一条富贵的道路啊。啊，人天富贵，我不是走这个路子，我走的是三恶道。啊，遇到这三个老师，把我整个的观念、思想、方向、目标，通通改过来了。啊，当年改过来不是金宗，是大臣。啊，这就说明。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大乘，虽然迷失了20多年，有人一提醒，兴趣就升起来，啊，很浓厚的兴趣。啊，我从大乘才相信有净土，非常不容易啊！李老师苦口婆心把净土介绍给我，我明白，我感恩，我不反对，但是我不想学它。原因是什么呢？对净土实在没有搞清楚。啊，净土这个经典讲清楚、讲明白，确实不容易。啊，真正相信。是从《华严经》53参看到了，从《楞严经》的25圆通章发现了观音实质的特别法门。如果不是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净土宗当代没有像莲池藕益这些大德，我不会皈依。啊，我学佛走到净土这条路，大概是学佛20多年了，才真的相信了。所以，我肯定诸佛如来所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真难信啊！
现代这些年轻人满脑袋科学思想，难中之难。能够一闻他就接受，就相信，这大善根，大福德。问题在后头一个，他有没有大因缘？他要有大因缘，他的一生成就了。没有大因缘呢，虽有大善根、大福德，能不能往生还不一定。还是未知数。可能生净土，也可能不生净土。这幕后这一句，精进不已，明佛明本佛也，觉了法性，究竟证入如来密藏，故知一切妙德，无不导缘于佛之密藏，一切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这一句话是说的妙极了。我也讲过几次，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你看，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开始迷了。这一迷之后越迷越深。沦落到六道，在六道里头无有出期，因为有本觉，这就是我们能够还原的一个根源，本就是密藏不定在什么时候遇到缘了他放了一个闪光，时间虽短，但是非常可贵所以一念觉，二念又迷了。那一念觉非常可贵，为什么？有一念就会有第二念，有第二念呢，会有第三念。希望觉悟慢慢增长。这增长迷就下降了，这是光明，迷是黑暗总得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佛经上常说无量劫经无量劫你的本觉的光明逐渐能起点作用了，这个时候自然感得诸佛菩萨来帮助你了，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啊，佛菩萨应身来帮助你，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是佛菩萨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啊，佛现什么身，佛设什么法，完全随顺我们。他自己没有任何想法，他没有成见。有成见就不能随顺，没有成见就能恒顺众生。啊，最后帮助你修行正果。啊，正到妙觉位了，哎，又回归慈密藏，这大循环又回到那个起点。有人问了，这不是问我，《楞严经》上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回归到原点之后，就是正到妙觉果位了，会不会再迷呀？这是个问题啊。好像是楞严会上富楼那尊者问的，佛告诉他不会再迷了。啊，佛举了个比喻，譬如黄金从矿石里面冶炼出来的，炼成纯金之后了，它再不会也变成矿石。佛用这个比喻，啊，为什么呢？他经过锻炼了，我们能想到，我们就用佛的比喻来说。金矿采出来的矿砂拿去炼，这个矿里面的渣子淘汰尽，纯金炼出来了。那么还有没有金过冶炼的矿砂呢？就比喻作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那还没有成就啊。已经炼成金的不少，但是还没有经过冶炼的数量，大概也不会少过这些已经炼成金的。这是我们从常识推理能想象得到的。冶炼就是修行，凡夫修成佛的时间很长啊。原因是什么？有进有退。一般来讲呢，进的少，退的多，所以菩提道难行。如果只有进没有退，众生成佛不难。
只有进没有退，只有一个地方，一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往生了，即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都不退转了。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生遇到佛法了，出家修行，修得不好还堕地狱，堕地狱是大幅度的退转，从地狱出来，再修到现在这个位置，要多长的时间？所以古人有个比喻说：“一涉足，成千古恨。”这个形容一点都不假。我们今天遇到缘，这个缘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决定超过过去，佛法传入中国2000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2000年当中，净宗无量寿经，大家都感到遗憾。没有一个善本，五种云一本，读过的人都知道。五种本子读得，都去读，很麻烦。不容易，所以学习的兴趣大幅度的降低了。啊，中国净土宗95%以上都用阿弥陀经。啊，大家了。不用无量寿经了，无量寿经是净宗第一经了，就是因为没有善本障碍住学习。啊，弥陀经不错，到明朝才有莲池大师的疏钞，优西的圆中钞，偶业大师的要解，啊，这是阿弥陀经三大注解。莲池中心净土到现在差不多是400年了。啊，这400年当中念佛往生的，得感他老人家的恩德。啊，无量寿经因为没有善本，所以古人就感觉有汇集的必要。宋朝王龙树居士就做汇集的工作，啊，做得不错，
祖师大德们弘扬净宗，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连莲池大师都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可见得汇集本的影响就展开了。但是王龙书的本不圆满，藏经里面有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一部分呢，王龙书居士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汇集本不完整，里面有缺陷。比如最明显的莲花化身，这一句经文只有唐乙的本子有，其他的本子上没有。这非常重要。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做第二次汇集，下莲居老居士发心做汇集本呢，是从魏本来的灵感，动机是他引起的。他原来只想把这个魏本重新校对，有不足的地方呢，再把它补进去，做这个工作。最初做出来了，这个本子我们看到了，以后觉得不妥当。重新再汇集，这就现在我们读的本子。他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汇集本。这个才是无量寿经得到了善本。这些人不是凡人呐，凡人做不出这工作来。华念祖居士是夏老的传人，倾听夏老讲这个本子，他告诉我，当时他写了不少笔记，非常可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全部毁掉了。我们今天想起来，这也许是天意。如果那些资料都在，今天这个讲义，这平等觉经的解就不是这个面貌了。那些东西失去了，他也记不起来了。所以他采取另外一个方法，以经注经，
这是丁福宝居士的方法。一句经文，各种注解、各种经书里头怎么讲的，统统收集起来，集注解之大成，也成为汇集本，注解的汇集本。这个太难得了，让我们看了这部注解，就看了190多种经论著述。的确不可思议。那么他自己老人家自己所见到的很少很少。这是让我们现代人感到无比的欢欣的。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我们有这一部经就够了。为什么呢？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些教义全都在这里头。这一部经呢，就好像小藏经一样。不单单是净土总的方向目标是净土。所涉猎的世尊一代十教啊。我们全都学到了。所以我相信末法九千年得到这一部经呢，就得到大圆满了。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一句，夜夜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这一句话味道很浓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讲利他行满。辩才宗旨，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也，立业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正道。这一段念老在这一品经里面是第二段，
所以注解里头是二，啊，第二段。第二段呢，要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啊，这些法身大士，利他身心，功德圆满。啊，此中复有三义，这就分成三段。第一段演说妙法，第二段游住佛刹，第三段普利众生。上至三者互相含摄，也就是一界是三，三界是一。从辩才宗旨到云里颠倒，这是第一段。啊，我们分科了，这是第一个小科。智慧，辩才说法，啊，标菩萨慧辩的，啊，智慧辩才这一种的功德，辩才总持为一，康僧铠的一本，做居住辩才。故知总持同彼居住，啊，这个本子会议本是用辩才总持，啊，会议本子叫居住居住辩才。表彼土大师居住种种辩才，我们讲啊，辩才无碍呀，啊，无障碍的辩才，有宗持即是陀罗尼，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也。下云自在无碍啊，表菩萨所居乃无碍之圣辩，甚是殊胜啊，无障碍的殊胜辩才。这是说法必须要具备的，没有辩才怎么能说法？啊，所以说辩才是说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无碍辩者，经里头有两种说法，有四无碍辩，有九无碍辩，啊，有两种，啊，所以又名啊，这个四无碍辩才，又名四无碍智、四无碍解，是为菩萨说法之智辩。从意业而言呢，称之为解，或称之为智；从口业而言呢，则为之辩。
啊，此边有四啊，如《涅槃经》云：“菩萨能如是得四无碍，一法无碍，二义无碍，三慈无碍，四要说无碍。”这是一般祖师大德在演讲著述里头引用最普遍的啊，就是四无碍。这个地方把它都列出来了啊，《涅槃经》上所说的，前面的意思都不难懂啊，我们一看都晓得，为什么叫解，为什么叫智，为什么叫变啊，是从身口意不同而有这一些名词啊。《涅槃经》上说，菩萨得这四种无碍辩才，第一个是法，法是一切法，佛陀教学将宇宙之间啊，现在叫宇宙，佛法里面叫变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所有一切用一个法字做总代名词啊，所以法的意思很广。通常呢，我们分的比较细一点，分成六种讲法啊，分为六大种，大家理解比较方便。这六种第一个是性，性是体，自性，自性能生能现啊，这是性。第二个呢，讲相啊，相是现象，现象是所生所现啊。如果把阿赖耶加进去呢，阿赖耶能变他的对象是所变啊，大乘教里面常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在华严经上讲的啊，一切法的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样都不漏，就用这个做总代名词啊，能现能生是心性，能变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妄心能变，真心能现能生啊，万法呢是所生所现所变的啊，所变特别在设法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实变的。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它里头没有十，所有的大众全都转识成智了，没有十，所以
十宝庄严图里头没有变化，寿命很长，永恒不变，不变。佛法认为是真的，会变呢就是假的，啊，会变叫无常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无常的，因为它刹那刹那在变，啊，十宝图不变的，啊，道理在此地，所以讲心讲相。啊，第二呢，讲事讲理，事是万法，啊，理就是心性，啊，事也算是理，因为它能变，啊，再一个就是因果，用性相理事因果。把一切法全包括了，而这个法字呢，法字里面就包含了性相离识因果，全都是法啊，用一个字做总代表啊。那么诸位要晓得，因果的道理很深，因果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对这个稍稍明白了，得来很不容易啊！佛告诉我们，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大乘经上常说，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又说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阿赖耶三系相。啊，六处相呢，那就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了。啊，讲宇宙的缘起，最初这一念不觉。没有理由，不但没有理由，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今天科学上讲的波动现象，它动了。要知道心性是不动的。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叫什么？自信本定。自信是不动的，动不是自信。啊，动是什么？动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确确实实是从自信里变现出来的。他没有理由，他没有开始，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啊，如果有始有终，那是真的，就不能说的是假的。啊，他没有开始，所以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宇宙之间万事万象的根源是假的。那么这现象哪里会是真的呢？所以佛一句话把它说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要知道啊！这一句话里头，不但把十法界、六道通通说尽了，就是连
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也不例外，因为经典上没有这种说法。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佛如来十报土除外，没说这话，没有说这个话，十报土也是虚妄。我们明白了，十报土是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现的境界。习气断了，十报土就没有了。十报土没有了，什么东西出现了？常寂光出现了。常寂光才是真的，永恒不变的。常寂光就是自信。常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所以科学、哲学都没有办法发现它。啊，为什么呢？科学、哲学要有对象。啊，他才能发现。常寂光没有对象。啊，就是自信。真心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所以为真方知，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分别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他真有，他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接触的现象啊，这三种现象我们天天接触到的，能现、能生的是心性，看到这个现象千变万化，那是阿赖耶起作用。妄心，妄心能变，真心能现。啊，这个是迷障啊！哎。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你对于这个外面境界恍然大悟。为什么呢？不再执着它了。有好，没有也好。啊，你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你住真实慧。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你住真实之际，你得到的是真实利益啊。真实两个字凡夫不懂啊，不但六道众生不懂啊，连四圣法界也不懂。我们今天看到经上这三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概念就错了。啊，真功夫、真利益全在放下。啊，不能放下。一定要学着淡泊，从哪里下手？从欲望下手。不可以有欲望，欲望完全是虚妄的。啊，就是我们想，哎，我们学佛想成佛，啊，想入佛的境界，都是虚妄，都是妄想。确确不如老阿公、老阿婆，老老实实念的一句阿弥陀佛，那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具足三种真实，
啊，这三种真实是世间聪明智慧人完全没有的。你懂得为什么完全没有？他太聪明了。老实人有，啊，真正聪明人有，就上智与下愚不已呀。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上上智人他知道，下愚虽然不知道，叫暗合道妙。啊，中间这一段，知识分子人数最多，佛教化众生这一部分是最难教的，所以49年讲经教学是为这些人，不为上智，也不为下愚，上智下愚很好读。啊，除非没有缘遇到，有缘遇到了，很少不成就的。啊，那么这四无碍里头，我们设了个法了。对于一切法没障碍了。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第二是义，义是理，道理啊。第三是辩，是辩才。后头要说，喜欢说，难得了。他要前面三个都具足，后头不喜欢讲。那就不能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就是喜欢教人啊，把教人呢看作是人生一桩快乐的事情，不但佛法有啊，世间法也有。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得天下因才而乐于之，人生最大的乐事啊！啊，有三种啊，这其中一种啊，叫教学啊，所以教学是快乐的事情。这里头没有乐趣。谁去学的？谁肯干？这里头有大路，有真路。啊，为什么？它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也这么个说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